你好，我们现在在录一个小作业，就是有个采访，你愿意配合一下？你是选择10块钱还是体验自己喜欢的车？那我要10块钱吧。我有个小采访，行吧？耽误你30秒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。1分钟。不行。1分钟。不想冒。哎，同学你好，可以接受个采访吗？你是选择10块钱还是体验一下自己喜欢的车？那肯定体验一下自己喜欢的车吗？喜欢什么车？我喜欢我自己的车。哦，你自己有车？你是学生？对，我是学生。你先跟我说多少钱买的？5000块钱。5000块钱能买到一台车？一个月生活费多少？一个月就2000吧，然后自己再打点零工。哦，那你学的什么专业？学的专业。对，哦，好，不能再说，有点神秘啊。一个月进几次修理厂？不能进修理厂了，但是什么车都自己修的。就也坏，但坏的不多。大毛病没有，小毛病不少。那你车在哪儿呢？Thank you.